奥吉嘎嘎奎奎斯洛阿吉嘎嘎啦啦，在你的两腿内侧之间转换的是你的核心，不是胯。所以我们刚刚做了 two and three and， 接下来我要产生 cha and cha and one。所以我会感知到的是更多的是内侧的这个传达，且连接的是我的中心点的转换。Cha and cha and one。你会发现我的移动会干嘛？小了很多很多，我几乎是在两个腿之间，我不定呀，我不定呀，压的紧的紧，干紧干的紧，干的嗡嗡嗡嗡。八，我会缩小了很多，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让我做太多，然后这样的话，我就看不到你的这个前后的这个区分了。所以恰恰的时候呢，你会还是，但是你的什么是不能丢的，你的重心的转换是不能丢了，所以你的两个腿之间的这个推动是不停的，要用到你的内侧。然后我刚刚说了呢，我们要去连接的是我们的肚脐，连接腰椎的这一部分去转换，微微微微，一个字一个字。